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啊！我是猫光哦。今天又来拍一个爬阶级的影片啦。哦，这一套暴风雪公主真是太强势了，马上从船一就一直连胜，一路连胜到船三，然后我就想看看会不会再连胜到王，你看。好，我们这局对上是海马赖人。第一，我们看看他的牌组是什么。哎呦，他是玩恶魔凶皇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看一下他的牌是什么。哦，是玩光道的那一种。OK。那这里的话哦，他是没有办法回杀我，所以说，如果我们招这个妖精的话，下一回合可能被他凶皇给破坏掉。不过，好，我们这里就不要招好了啦，服了。哦，这一套暴风雪哦，很吃起手哦，很吃起手，很吃后宫啊，很需要后宫。哦，这后宫的话就，你看看果然出凶法，这里哦就好在我们刚刚没有出，好在我们刚刚没有出妖精，不然的话就被出来掉了。哦，好，这里的话我们就先召唤这个华丽珍。哦，拜托不要翻，不要翻，不要翻，翻了我们就。他只要不要放开这张卡，他就输。不要翻，nice，赢了，已经赢了。好，我们这里只要召唤暴风雪，然后他也来不及放开，是。nice，OK，、okay, 然后我们这里哦，再来，舍弃这个啊，好，召唤出来，nice。哎，为什么有停顿？哇，原来有这招啊！我刚召唤这个下去的瞬间，他还有停顿，我吓到了。什么卡片可以在那边停顿？真的吓到了。好，不过没有关系，稳定，哎，稳的稳的，啊，太稳了。好的，除非你又有，我就认了。Nice，好，Nice。这是一个完美的胜利哦，好，我们就给它存下来。好，我那个精华回放就是这样做的，只要打得很精彩，我就给它存下来。好，我们就再继续。好，重点是要打得精彩哦，如果打得不精彩，或是有点失误哦，我就直接按投降掉了。哦，乃至说我可能要赢了。原本说，哎，这场要赢了，可是我的一个操作有点失误，不太好看哦，我可能就直接投降，不要重来。好，来，又是海马赖人，该不会又是同一个对手啊？Oh my god，那又是仙宫哦，好讨厌仙宫哦，哦，玩这一组真的很讨厌仙宫，超讨厌的。Oh my god，这个仙宫很那个啊，我们看他的。哎，如果我们覆盖这一张，然后下回合，我们覆盖这一张，然后如果它破坏掉的话，我们下回合再特造这一只，然后再丢这一只，或是下回合，我想一想哦，这很需要动，还是下回合我特造这一只，丢这一只，好啦，拼了，拼了，真的，我拼了。哦，希望不要被一分杀，真的要拼了，哦，真的哦，哦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是你，好险是你哦，好险是你，反正就 GG 哦，哇哦，攻击表示哎，哇哦，对哦，他要来打我嘛，好，那他覆盖的可能就是那个奇袭嘛，哎呀，真奇袭呀。好，轮到我们了。哦，nice。来，我们翻抽卡，看看有没有。
哎，有量啊，已经知道了，一定是有血海奇琴。好，我们这里就召唤这个魔化力争。好，你不要翻，你只要不翻卡，你就输了。你不马上发动的话，你就已经输了，你懂吗？他已经输了，他输掉了。哦，他这样就已经输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召唤暴风雪，他就后台就死掉了。哦，好，我们这样就来做一个完美的 combo。好，我们再丢这一只，舍弃这一只，太完美喽。好，然后再来，哦，一个完美的 combo。亚马逊再见，再见。好 ，OK， 这就是一个哦，又是一个完美的哦。这一场这个牌子是特别好录哦，因为真的好强哦。哎、欸，我已经十连胜多嘞。哦，哇，全部都连胜啊！好，我们再来继续。那我们大概在两胜就上网了、哦。嗯？哎、欸，不对不对，是要在三胜。盗贼祭司哦，那他用的那个技能可能就是重新开始破功 ，nice。那他可能就是玩森罗啦，哦，重开，他应该就是玩重开。哦，因为 nice， 这个骑手不错，这个骑手不错。好。他果然是用重开，用重开可能就是森罗啦，不然就是英雄，假面英雄。嗯，来，我们就看他现在是怎样呢？什么都不动。OK， 看来他的骑手不错，所以不用换。来来来，你要干嘛？哎呦，是亚马逊哦，对吼，我差点忘记有。昨天我才上传亚马逊女王，亚马逊 3.0， 对，亚马逊也会用重开，没错。好，哎，这个就有点棘手啦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魔化力争哦，这有点棘手。说要魔化力争，马上就给我魔化力争，不要翻，你不要翻，你不要翻，你就输了，不要翻，不要，你不要翻开。我跟你讲，前海奇奇照理来说都是对手打过来攻击过去的时候才会翻嘛，所以我一召唤怪你马上翻的几率不高哦。哦，一般那个不是前海奇奇啊，我怎么会说错呢？就是那个吉喜啦，吉喜一般都是我们攻击过去的时候才会翻，因为让对手被除外嘛。那我们暴风雪公主就很喜欢对手这样哦，啊，因为他这样会看自己奇奇。好，我们自己再特招，哎，特招哪一只？舍弃你，等一下，舍弃哪一只啊？等一下哦，舍弃这一只，可是我已经没有通招的机会了，所以是舍弃这一只。好，覆盖这一个保险啊，保险它如果有粒子球之类的，来 ，come on。完美，太完美了！好 ，yes， nice。哇，超强的压制后台啊，这太强了啊！哇哦，很少这样哎，很少怎样，就是可以这么录的这么顺利耶，很少哎。好啦，三连胜啦，那我们再两胜就回去王喽，回王哦，配对成功哦，特别是快上王的那一场一定会特别的紧张好刺激，好，拜托后宫，然后给我后宫，然后起手就暴风雪公主，你就稳的啦。哦，约翰哦，搞不好是玩根性哦，这就有点麻烦哦，后宫不错。是不是无所畏惧呢？若是无所畏惧的话，可能就有点麻烦哦。Oh my god！ 哦，这不太妙啊！而且
而且如果他干那个香菇的话 ，Oh my god， 这个一定是香菇，这一定是香菇，不然就是蔷薇。啊，这个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哎，都没有反应。这个就有一点那个哦，那个是有点麻烦。我们只能赌说它不是盖香菇，可是它不是盖香菇的几率有多少？哎，有反应哦，有反应哦，它可能是控制器哦。我要召唤这次，好吧，我们赌一波啦，好，只能说就是赌了，赌下去了。拜托，不是香菇好吗？拜托。哦，哦，不是香菇，太好了。然后拜托，哦，人形被发发对，这就不太妙了，这就不太妙了。哦，这就不太妙了。Oh my god！ 然后又来一个 combo 回杀了，是不是？这个，不要啊，不要翻到叶子，拜托，不要翻到叶子。翻到叶子就进去了，好，这一只 ，Oh nice， 好，那它背后的是控制器啊，它的后台是控制器，不太妙哦，它控制器把我们的暴风雪抓过去，也是不太妙，不会吧，我们该不会就要这样子输了？啊，不要叶子 ，nice。哎呀，这，然后他攻击过来，然后再抓控制器再交换，很容易回杀掉。哎，他不抓，哎，你不抓哦。是哦，哦，不错，来控制器，你会不会交换？哎，你不会哦，那你差不多输了啊，因为他那一张是控制器啊，很高的几率啊，怎样？对啊，控制器啊，你一定要玩交换啊。对哦，妈的，你就剩一滴，我好想打过去。哦，又是覆盖，哎，是不是香菇啊？我看一下，一张香菇，它就一张，这香菇的几率其实高哎，高。哇！香菇，不过去啊，这个，这只能抽到暴风雪公主哦，但是其他的，就是真的不太好打哦。然后他又在发动蔷薇的效果，这特招是大怪。哦，这时候要是有一张火球，哦，就很好玩喽。Oh my god！ 不要啦，不要这样对我啊！你不要这样啊！哇，这完全没有办法打过去，我没办法，完全没办法伤他一分呢。除非我下一回合，我这一回合活得了的话，哦。下回合我只要抽到暴风雪公主，我就赢了。只要他后台不要又覆盖什么控制器的话，好。这样子接公主，他有没有？没有控制器啊。好了，我的命都在这里了。赢了！赢了 ，nice， 赢了，有完美啊！玩什么根性嘛，真是的，
这一场太刺激了，还是存一下好了。好啦，四连胜啦，哦，好险好险，哦，靠最后一张反败啦。好，那，欸，他是一个台湾的玩家，来，这应该就是第五胜啦，要第五场胜利应该就可以上了，好像是第五胜还是第四胜，忘记了。好，我们看看。哦，利希德，感觉有点难搞哦。后宫，哎，前宫，哎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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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宫哦，讨厌耶，前宫，好讨厌哦。上网要上网的那一场，不要这样开玩笑啊。你是玩什么的呢？我好害怕哦。我想想看哦，等等，招这一只，再招这一只，不行啊，就算打过去也才3000。还是你是玩陷阱卡组啊？哦，应该是玩陷阱。哎，如果他是玩陷阱的话，那就有可能赢了哦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只要招那个。陷阱卡组，好，所以我也就不多说了。啊，哦，不错，那我们这里就招魔化地震直接攻击过去吧。都有停顿哦，所以说我们攻击过去，它应该会发动这个陷阱。好，我们这里，要注意哦。如果我们现在不能把这个用到，我们现在不能把这个陷阱卡丢下去，丢下去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发动这一张。如果我们现在用巧诈师，然后舍弃，不能舍弃这一张，舍弃这一张，我们覆盖的这一张就不能用。好，有点凶，有点凶哦，真的有点凶。哎，不对，那你造两只，我不就可以直接发动吗？哎，来来来，啊，如果你造两只，我现在就比较在意你这个后台是什么。来来，特殊召唤是不是？来，好，我再看你这一张陷阱卡是什么。哦，这个古代生物真的有点烦哦，你不断的特招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思考一下，如果我们现在只要打过去，然后再，好，哎，好什么？我们就直接找过去。都有停顿哦，这就是我一点比较顾虑的地方哦。他这个后台到底是什么？是这个后台，不错哦。我们一般召唤，哎，还是打过去好了，我们就下留到下回合再说。好，只要我们这回合撑住的话，下回合应该是有机会哦。拜托啊！又覆盖，又一定又是覆盖三张陷阱卡哦。好，你再覆盖，你只要让我抽到暴风雪，你就GG，我跟你讲。来，暴风雪来，好不好？妈的嘞！哦，这真的也是会烦你、欸，暴风雪公主，我好想你哦，怎么都不出来？那他玩这种陷阱卡组应该是没有破坏后台的卡，那我们覆盖这个宿敌来到应该是蛮安全的、哦。反转。没事哈，没事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两张哦。
而且他都是可以自主发动的，因为这沙漏都一直是白的状态，他那个是自主发动的卡。好，我们这里就先覆盖。哦，没有办法回杀，这没办法回杀。哇，一直扣200也是会痛啊，说真的。痛啊！天啊！好的，我来看看啊。哦，他这次是攻击表示，哎，为什么攻击表示？哎，他这张后台有问题哦。他是攻击表示的话，他这个后台有问题。哦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注意他这个后台哦。好，啊，这个后台是什么？我真的会在意。好，我们就。还是攻击过去好，我们就先攻击他这个守备灵的，比较保险一点。哦，他也是能自主发动的，我看他，他反正不可能是分段嘛，会不会是禁闭啊？会不会是禁闭？哎，我觉得这是在引诱我们攻击过去，这是在引诱我们攻击过去到底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保险一点好了，保险一点，保守一点，就是不要过去。哦，他，哇哦，哎呀，这一张，哦，这一张打过来我就很痛的，不会吧？哇，这个，哎，不会很痛啊？哦，我现在只希望可以抽到暴风雪啊！拜托啊，只有暴风雪可以拯救我了。欸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说暴风雪的，好，拜托你不要再翻了，你不要再马上翻了，拜托。哦 ，nice， 魔法力增效 ，nice。好，那我们这里哦，我们就来看看啊，这里很关键，这里我们就直接给它破坏掉了，不然我们打不过去。这里我们要破坏哪一张是关键哦？如果我们，这张，为什么还有停顿啊？老，哦，那没事没事。好，我们再速敌来到。Nice，OK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上网的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哦、，Nice， 好，啊，就是今这个月份的上网的牌组啦。好，我先截个图。哦，好，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下牌组啊。牌组还没有取名啊，就是这个牌组我是在拍亚马逊的时候，有时候对到一组跟这有对到环暴风雪，然后我就给它复制下来。然后它没有魔化力针啊，它的魔化力针是我记得我给它复制两次哦。对，它原本是这样的，它原本是放这一张。我复制那个，它原本是放这一张，然后因为然后它没有用速敌来到哦，我复制的，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复制的，它原本是这
这样，他原本是这样，哦，他是三张买卖，然后三个彼得，哦，然后彼得他的效果被受木嘛，他可以特招嘛，可是他会跟他会冲，他没有办法说，他没有办法配暴风雪，也没有办法配脚踏石，他这个受木我一定要是。看起来就是一定要被战斗破坏受木，他才可以特召。然后如果被升级召唤啊，或是效果破坏，或是舍弃哦，他会显示错过发动时机。那效果破坏哦，好像也没有办法发动。嗯，记得。所以说这他原本是这样组啦，啊，我觉得有点卡手，我就觉得很卡手。好，我就觉得很卡手，然后我就给他改良，改良成这样的，就是改良成。我就放上三张活化力阵，然后再放上三张树，好，再施阵，好，那这就是暴风雪红红。好，那这谢谢各位收看哦，那我是莫忘光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喽。